给你吃了。啊，谢谢。啊，盯着我干嘛？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辣椒面。姐，干嘛？怎么了嘛？啊，我又没有做什么。还没做什么？啊？我说你还没做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嘛？我上个月的工资都在家里了，刚才吃饭账还没结。啊？刚才吃饭账还没结啊？我们以后还是少见面。啊，怎么了？对了，给你一个小礼物，就是这个点点小花。你看，这是我今天赚来的，我最近和提示去写字就可以了，简单吧？我玩的越久，赚的越多。姐，你怎么啥都知道啊？哎，你刚才为什么突然不理我？我可不想把别人带坏。你把我带坏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是不是真的？正经点好不好？不就是吗？哎，是不是真的吗？是。姐，啊，我用什么事啊？用嘴。你哎，我给你变个魔术，你这样，这样。哎呀，干嘛？你不是说我试试吗？谁让你这样试的呀？哎。你不是说我试试吗？来，别跑！